毛仔菇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洗，在手洗之前呢，先把牛仔菇的扣子跟拉链都先拉好。我们手洗的时候，尽量可以直接用清水去浸泡它就好了，因为如果加了洗衣粉或是洗衣精，它们其实都带有一点点的漂白效果。那其实牛仔裤用清水浸泡就 OK 了。通常在第一次洗牛仔裤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褪色，其实是正常的现象。正常的洗涤方式呢，就不会导致原来牛仔裤的颜色褪色的更明显。其实这个颜色也没有到说整个褪色褪很多耶，水也是很干净的，没有褪色褪很多。以防就是在洗之前跟洗之后会有就是缩水的问题，那我们就拿这个来比，这样刚刚好是这样子的长度。先把拉链跟扣子扣起来，记得把牛仔裤反面，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导致它原来的颜色会褪色。放进洗衣网里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牛仔裤在洗衣机洗的时候增加的摩擦力。按按钮咯。正确的方式是，我们洗完之后呢，轻轻的把它按压，再把水整个倒出来。答案是没有。再来是韩版的牛仔裤，用洗衣机洗完之后呢，也是没有缩水的形象。